在江湖中长棋，在江湖中快乐。各位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江湖清谈节目，我是胡玉清。在这期节目中，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两名业余强豪的一盘经典对局，对阵双方由邵光对战刘依依。这两名棋手，一位是来自于北京，而刘依依来自于上海。这两名棋手分别是当地的代表棋手，而且在全国也具有相当的知名度。这盘棋下的也非常精彩，我们先来到棋局，一块来看一下这盘棋。邵光的黑棋，星位。中国六对两连星。这盘棋是2006年晚报杯的一盘棋，双方两名的棋手的风格完全不一样。刘依依的棋风是受上海的影响比较大，比较细腻稳健，而邵光的棋就典型的一种大砍大杀，特别精彩。小飞先站住脚跟，中国六布局应该说是经久不衰的一套布局。对付中国六布局，一般来说，小飞手脚非常多。然后有一阵子，我记得几乎人人黑棋都下中国六，甚至白棋也在下中国六。但随后由于白棋挂角、点角的出现以后，中国六出现频率大大减少。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变化。但在当时2006年的时候，这个下法还没有出现。白棋搬，这个下法直接导致中国六的出现减少。为什么原因呢？黑棋搬，白粘。如果黑棋单拐的话，白就虎，黑棋打吃，白棋粘上。下成这样的话，黑棋应该白棋没有任何不满意的道理。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首割，等于白棋小飞，黑棋脱先。首先脱先以后，白棋能接手尖到这一下，那肯定是白棋便宜了，下成这样肯定是白棋便宜了。随后这两下是黑棋的全力，就基本上还原了刚才我们摆的一个基本图。从这个图的分析来看，应该说是白棋不错，所以黑棋心情上讲很想反击，搬。白棋长，黑粘。随后白棋加是这个局部的关键。黑棋如果立的话，那白棋就粘上。黑棋这里不能被白棋冲断，有点吃不消，大致要补一个。随后白棋将来尝试先手，白棋大致猜一个。一般认为白棋先手把这个角拿到后，又获得这个拆边，白棋布局速度非常快，黑棋多多少少有些不满意。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黑棋这个搬。白棋拆，黑棋搬补，一方面补断，一方面威胁白棋的角地。但白棋这次可以脱先，比如说再抢一个大场。黑棋如果要继续吃角的话，就继续还得走。白棋这个贴是先手，黑棋比如走这个，白棋跳，还能获得先手跳一下的便宜，粘住。这样的一个局部，我们可以看出，如果黑棋执意要吃角的话，黑棋几乎所有的子都集中在右边这条线以内，而白棋在外面也走了好多，这次还该白棋下。这样的话，白棋的速度比黑棋速度快太多。作为黑棋一方，尤其贴七目半来看，这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另外，我们可以做一个首割。上面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首割。白棋里面可以拿掉六颗子，黑棋呢1、2、3、4、5、6，大致是这样的一个局面。这样一个局面等于什么意思呢？走成中国流，双方走成中国流的时候，白棋挂角，很正常吧？黑棋走这个，白棋拆，这是都很正常。黑棋小飞有点偏早，但白棋跟着硬，作为黑棋来讲，肯定没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但作为白棋也基本正常吧？下成这样应该是个两分。黑随后一个扎丁是一步大还手，这个扎丁的价值跟这个没有办法比。白棋马上抢了一个，这一下黑棋亏的特别多。随后黑棋又花了一手搬了一个，这也是一个不得要领，又被白棋占一个大场。随后白棋开始亏了，白棋这一下，在这一下，这两下亏的是比较厉害的。
但绝对不如黑棋这手和这手棋亏得多。随后再后面几下是双方大致相当，从总体来看白棋明显优势，尤其是这个丁和这个交换和白棋这个和这个交换，这样的话白棋明显好。所以正是因为这手棋的存在，黑棋就不能吃角，基本下成这样，黑棋补棋以后黑棋也得脱线。这样的一个局面，大家都觉得黑棋布局速度偏慢，所以喜欢这个黑棋的越来越少，而对付中国流白棋这挂角的点角几乎是直接导致中国流变少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这个下法的开创还是很有建设性的意义。然后我们看一下阿法狗是怎么下的。阿法狗面对这个局面全部是这么，他就保留挂角再挂，这是阿法狗的实战，也有他的思想性，他把这里变化先保留着，看你怎么动，以后再怎么决定。但作为白棋一方来说，白棋也绝对没有怕的道理，所以这也是这两年中国流渐渐减少的一个原因。当时这个小飞印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下法，看黑棋走哪，以静制动。最早的时候觉得中国流先挂进去肯定是不利的，一般来说总是要两边选一边，一个是往这抢下边的大场，另外一个挂了开拆抢上面的大场。最后黑棋比如说挂角，白棋走，黑棋拆，这应该说是非常常见。白棋高挂，黑棋跳，黑棋小飞，这应该说是非常常见。实际上这个小飞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下法，黑棋实战是挂了一飞，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并不多见。一般来说黑棋自己守一个的比较多，白棋也在守一个，黑棋走这个，这也形成一个常规的布局套路，黑棋走这个。随后白棋打入是要紧的一手，黑棋拖，白棋走这个引针，黑棋然后白棋再扳下。黑棋如果直接断的话，在白棋这手棋起到引针后，这个断非常严厉，黑棋有点吃不消，所以黑棋要对白棋扳下的时候，黑棋要进行一些迂回，比如说黑靠这个，白走的时候黑棋再加这个。白棋如果虎的话，那黑棋就比较好扳，打吃了一段，那这样的话这个白棋吃下也就破了黑棋点目数，黑棋联络没有问题，这无疑是黑棋可以接受。那么白棋最好的办法是怎么样呢？黑棋加的时候白棋怎么办？所以白棋要有一个反击的意识，长黑棋长进去也是必然的。随后白棋的次序非常巧妙，白棋先冲这个，黑棋渡，而白棋不要马上断，断的话黑棋一粘，白棋爬，黑棋贴起，白粘。尽管白棋脚上实地有所收获，但被黑棋一断的话，总体来说黑棋应该还是可以满意的。白棋这是紧要之道是先压这个，黑棋肯定不能不甘心这样走，这样的话被白棋一粘，那白棋很满意，黑棋也要顶。随后白棋断，断这个也正是时机，这是黑棋肯定不能吃里边，只能粘这个。白棋然后也别着急吃，而且把这个粘上，看黑棋走哪。黑棋如果拐出的话，白棋再把它吃了，那这两下交换肯定便宜了。大致黑棋会走这个，白走这里，然后黑棋再一加，这也形成一盘非常有趣的实战吧。应该我记得这个定论非常有意思，大家都觉得这其实似乎白棋很流畅，但黑棋的胜率更高一点。
从这一个结果，这个分析的结果也可以看出，说明这个定性基本等于两分，还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变化。我记得黑的加这里的都有，然后白棋再走这个，黑棋跳，白棋拖了一打劫的都有，好像就是有这样的实战。这样的实战都有，反正所以各种各样的变化都很多，还有白棋多少拆一路，在打路以后或者不打路之前少拆一路，但黑棋面对这个的话，黑棋估计不会再在这一带跟着硬了，很有可能会这跳一个自补，这样形成一个大致也是另外一盘棋吧。所以在当时我觉得在这一代的一些变化，其实由于中国流的非常流行，其实下的很多，研究也非常深刻。实际上这挂了一些，其实我觉得挂了一小位白棋比较简单的是往这个就尖三三，黑走这个，随后白棋点角很舒服，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一个白棋的下法。所以黑棋这棋一般高位比较多一点，就是怕防他点三三，因为一高一低的话点三三稍微好一点，两个低位被点三三头很疼。我觉得这个点三三的话，黑棋大致只能这么定型，只能选一个两边兼顾的定式。如果简单下这个的话，黑棋这个子的效率太低，白棋就算搬粘掉，黑这个子的效率太低。另外一个办法，黑棋就搬下，白棋吃这个有点心又不甘，吃这个的黑棋这个叉腰的位置正好，白棋可以选择搬这个再一段，黑棋走这个不利，白棋可以粘。这牌一对二路后，白是一粘，黑棋这棋全局的目数有点少，而且这块这五个子也并不好抓，并不好攻击，所以一般来说，白棋断的话，黑棋就粘上，白棋打吃，提走，黑棋长，这也形成了一个基本的角上定式，可能这时候黑棋会选择这样一个变化。另外，黑棋也有搬这个的一个场合下法，白棋搬，黑棋再连搬。白棋打吃，是这个，这个下法也是有，大致也两分，但总之来说，我觉得这个拆药的位置不是特别好，所以我觉得白棋可以考虑这么下。实际上，这个挂角我应该记得是刘一比较喜欢的一个下法。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白棋下手应该是会碰；如果简单下成这样的话，应该黑棋可以满意。白棋可以满意，白棋就搬。尖。白棋飞。贴。长。白棋速度比较快，而且在上边和左边都分别安定。这其实作为白棋一方来说，应该说没有什么任何不满意的地方，这可能也是白棋挂角的一个思路。另外黑棋也可以考虑走这个，但走这个的时候现在有一点比较痛苦，打吃，黑棋打吃，白在这一小飞，这黑棋白棋上右上两子不容易被攻击，很容易就在上面安定下来，这黑棋后卫有点不发挥，所以面对这个挂角，黑棋还有个下法是先尖顶，白棋如果长，黑棋跳，白棋如果靠，搬，断，继续这么下，那黑棋再争吃的时候，这两手交换，黑就特别得意，把白棋下中了，而且搜了根，所以这个尖顶也是有一定它的逻辑性，
白白棋固执也只能这么下，然后再走这个，再压住，估计白棋会选这个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围棋我们布局时一再强调子和子之间都是有存在着一定的联系的。从这个角度，大家也可以发现，在我们江湖清谈这个节目中，我们在布局上花的时间比较多一点，因为布局是最有值得大家研究和探讨的。 一般来说，从我们围棋各个技术点来说，中盘和官子主要是一个计算，计算主要由平时我们的一些死活题、解题的一种训练来得到提高，而布局的时候，我们更要注意一些对棋的理解，甚至对一些变化的研究。布局的一些最主要的是一个棋的方向、价值的判断，这点对大家掌棋还是很有帮助的。今天我们讲棋的两位棋手，一位刘一，刘一现在平时也是在上海。 而且他应该说成名于很早，他当时是被誉为是国少队希望之星，随后在国家队退役以后回到了业余，整个开始下一个业余比赛也成绩斐然。曾经当时我们大家都叫他刘二，因为他获得了很多很多的第二名，所以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刘一嘛，两个一加在一块就是二，所以他获得了很多很多第二名，用他的话说，他的第二名的证书可以用来包书了，可谓是非常非常多。 而邵光是一名非常有性格的棋手，他的棋完全大砍大杀，力量特别大。他是两人都是70后，邵光是71年出生，而刘一74年出生。邵光现在对围棋还是依然非常执着，今年他还赢了正在当打之年的白宝箱，今年他应该也是46岁了，还能赢当打之年白宝箱，我觉得实力还是非常非常强。大家都觉得邵老师的棋还是很难对付。 尤其他这攻杀棋啊，有的时候极具观赏性，特别喜欢攻击。他觉得如果平常铺地板的棋，那实在太没意思了。而刘一则是完全另外一种风格，棋风很细腻，对一些布局的理解啊，对一些棋理啊都特别清晰。所以他们一个是力量派和一个理论派的一个碰撞，相信这盘棋会非常精彩。从布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已经初露端倪。我们继续看下去这盘棋。 实战邵光果然就没有按照常理出牌，一间高加。反正这是我在棋谱中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下法，一间高加有，但和这样的一个中国流的配合还比较少见。更多时候，这个子在高位，我就一间高加比较好一点。点角，当，立，粘。 让刘一选了粘，再粘，形成这样一个局面。黑棋损失脚上实地，但形成这个棍子。但其实这手棋线多多少少有些奇怪。既然黑棋选择模样的话，这手棋如果放在外面，比如说这里开拆一个，更为恰当。而这手棋转为实地，多多少少有些奇怪。同样过程中，白棋立这个也是一个定式，黑棋压。 但这个定式下完以后，加了黑棋挡，这手棋的价值非常大。挡完以后，黑棋冲了一扳，这个搜刮了令白棋很痛苦，白棋只能侯，那黑棋跳就先手，所以这步立的牺牲很大。白棋可以考虑，很多时候白棋就直接把这手棋拐掉，但这时黑棋估计就不会下了。按照现在 AlphaGo 理论，我估计黑棋下一手绝大多数会往这么下，尖冲这么下，就索性下一些虚无缥缈的。 但这手棋多多少少和这里的配置有些格格不入，所以从理论上讲，黑棋这一个一间高加也只能说是一种去向。实际上白棋粘也没有什么大问题，其实我觉得立更好一点。即使你不管被黑棋挡，你搭不了粘上，这两个交换其实也不是，也是很难说，也就黑棋稍微便宜一点。但白棋拐的话，目数要好很多。白棋粘的话，它一个唯一的优点就是对将来这个跳，对上边的目数好一点。 应该说各有利弊吧，但其实上边目数并不大，白棋将来不太可能从往这里走的可能性更大一点。实战形成后是白棋有抢得先手，但我觉得这手棋多多少少可能刘一有他的构思，但我觉得白棋这时可以完全可以就直接定型定掉，这样更为从容一点。实战白棋一走，黑棋一飞，反而黑棋这棋有点张起来了。 但我想，刘一这时应该是他有他的构思，他想把这两手棋交换以后抢这个正，这个正确实绝好点。但对于邵光来说，他就是怕没有攻击的目标，而这时有目标来了，当然毫不犹豫迎头痛击。
白起跳，走，再一跳。哦，白走黑的是飞这个。他想法很简单，一个你如果往这跑，我就飞压你，一边把你这个压扁，另外一边远远的继续保持继续的攻势，比如说在震。黑是这个攻势的攻的行云流水。十三留意一开始往这追究他的棋形，一跳，黑棋跟着跳，白再走这个，黑棋刺，一走，一小飞，走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局面顿时已经成为黑棋好下。究其原因，就是我觉得白棋这两手跳下的太重了。像这样一个局面下，我觉得白棋最最关键时就不能把这个子下重，一定要灵活一点。比如说现在如果靠的话，黑棋十有八九要反击，这可能也是刘一比较担心的地方。但其实这样的反击并非太可怕，白棋可以靠一类，有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段，比如在靠，这样的话很容易制造出一些头绪。更关键是白棋即使不采用这个手法，但一定要下轻，比如说往这里走一个，如果黑棋再顶的话，我再靠。这一旦只要白棋下轻，让黑棋没有攻击的目标的话，那白棋很容易就取得实地上优势。而实战这两下跳，看上去抓住了白棋棋形弱点，但黑棋先刺再一跳，特别机敏，非但把实地全守住，另外白棋这块棋被点中了，一中这个出头就非常困难。这一旦下的多少枪法有些乱。黑棋长，黑这里次序下得很巧妙，下到这位置，这几下明显交换又亏损了。白棋粘，黑棋再一双，非常好掉。再走，白这头一定要搬过来，再不搬的话，黑棋一路压过去，这白棋就没法看了。搬，粘。下到这位置，我们可以判断一下这里的得失。白棋这里下了一串，其实从目数上讲并没有任何收获，就最多点目的话就点五目棋。而且从后视程度，黑棋这一块对白棋这个的限制非常大，而黑棋基本把右下的一个模样全部实地化，关键还先手。从这一串的一个下法来说，邵国的攻击力得到充分的体现，比如说他这个飞点，又比如说他这个丁，都下的恰到好处。就此我觉得这时布局这个下到续牌结束以后，黑棋应该是占据一些上风。 B 绝好点，如果继续黑棋如果围这个就显得小了，后势是用来作战的而不是用来围控的，这走一个其实增加没多少目数，而白棋就算再走的话，黑棋将来随便走一个这里多多少少还是带着目，而这里就是双方的一个势力消长的要点。假设如果看这一点被白棋走到，非但有断的可能性，另外这里的实地的目数差别太大，这其实白棋也不能轻易让黑棋全围上。如果选择对围的手段，这里的这块空黑棋的效率太高，白棋受不了。尖冲，找黑棋的那个弱点，既希望黑棋就贴着出去，那这样双方就可以同时出头。这黑棋很难取得一个明显的攻击效果，将来白棋断也好，包括这里对这里的攻击也好，黑棋显露一个苦战。实际上黑棋先靠这个，用意何在呢？这一代双方其实双方的斗智斗勇非常精彩，白棋如果第一杆如果走这个的话，黑棋再贴，那这两手交换明显给黑棋便宜了。如果白棋长的话，黑棋可能还会祭出毒手跳夹，即使白棋在下面做活也非常的苦，黑棋外面都会把黑棋撞后，先靠一下正是时机。如果白棋顶，黑棋就压走这个，黑棋第一这个手还是存在，另外黑棋还可以先手夹一下。如果白棋要地只能忍耐的话，那黑棋多这两手交换，那再在这里开始发动攻击，飞或者走这个都要严厉的多。如果走这个的黑棋就一顿贴出去，再往这一长，这白棋实地上损失跟眼位上黑棋的增加都差的比较多。
所以这个靠是借力打力，经常是也是我们常用的一个下法。而白棋呢，实际上压了这个，这用意又是何在呢？看出黑棋顶，你这个肯定不能断，断的话这个实地的损失太大。下成这样一个图，黑即使不断，只要一跳的话，这白棋几乎所有的白控变黑控，这个损失太大。即使有这个断，黑棋都不怕，黑棋毕竟头在外面。白棋压这个用意就是等希望黑棋顶，白长黑粘再跳出去。如果我下这个黑棋的话，我估计会选这个下法，因为我觉得这下面黑棋这样一飞，眼型很丰富，而且就跟着攻，再下去这里的价值也很大。所以如果让我下黑棋的话，我估计会选这个图。但邵光更喜欢一种大规模的作战，搬这个。他认为碰上这个子的收获也很大，而且这里白棋目数并不多，加了黑棋小尖一个之类的都可以破控。白长继续绞住黑棋，其实现在这手棋也是非常想抢的，这个价值目数都太大太大了，将来这个小飞以后这里还有手段，而被黑棋这一带走到的话，这些目数全部实地化。但这个子也不能被人这么扳死，白棋如果跳看上去的，黑棋如果继续走的话，那白棋挡一下再把这个接了，那这样再理想不过了。不过黑棋估计会想点办法，比如说走这个，白棋可以其实白棋这样也未必不可战，白棋可以考虑这样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这次白棋应该下的轻灵一点，如果黑棋想在这洞里，我先把这个3-3给接了，实际上白棋这个长多多少少有些重，甚至白棋小飞一个都可以考虑。被黑棋一跳，白棋还是要想对这里纠缠住黑棋出头。白棋现在这两个 AB 两点剑合越来越明显，所以我觉得这两手棋多多少少还下的有点重。这步点又是邵光一流的好手，一边收控一边继续把那个白棋拱出来，实地的这手棋的价值也感觉也在25目以上。这白棋有些无奈，先手做活。先搬一下细腻，如果不搬的话，黑棋随时有可能打了一粘，这也显示刘一棋风比较细腻的一边。胡也是局部好手，比单粘要好。邵光实战发了一惊，这一靠很具有观赏性的一手。再搬，初看这棋黑棋白下了很有手，但实际上白棋冷冷一走，黑棋发现这棋其实也并不怎么好处理，断一下其实多少有点损，本身局部是不活的。我们比如说尖，再搬，再搬，本身这个局部是不活的，但断完以后黑棋就全活了，白棋就全活了，这断其实还是有所亏损。粘，再粘这个，这是白棋面临选择，如果退的话无疑目数要好很多，而且这里也要厚很多，现在存在着一个扳的下法。白棋如果走这个，但黑棋一挡先手，随后加了一小尖或者扑了一打，这基本上就是两个眼。这个劫因为白棋太重打不动，实际上白棋宁愿不活也要让黑棋不活，宁愿这里有漏洞也要让黑棋不活。但黑棋加了局部，不管走这个也好或者飞一个也好，都有先手一个眼，黑棋飞一个有先手一个眼，白棋顶黑棋尖，这将来一扑进去，这个劫还是很重。所以这个棋是白提，总体来说这个靠不能没有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但也把自己下厚了，因此黑棋还是保持着一个优点，还是保持着优势。相对来说我觉得一个局部是这一带白棋下的过重，另外白棋长和跳两手棋也有些重，不够灵活，如果单跳或飞会好一点。但如果这个扳和顶之间也是黑棋的选择，也值得探讨。黑棋跳，把自己下厚了以后，我们可以来先判断一下形势。
上边十目棋左右，这两块加一块十五目弱，这23。如果不算这里的话，白棋全局35目棋，这粘是基本看成白棋全力。黑棋全局实地就这一块，基本抵白棋的全控，就等于黑棋这两个子加这一带的一个模样，跟白棋这里的控谁多谁少的问题。黑棋同样现在是该黑棋下，正好抵掉贴目，应该说黑棋这里的辐射和这个角的实地应该比白棋这里肯定要多一点，所以我认为这是黑棋还是目前是黑棋好的局面。拐，又厚又大的一手，接三三也是非常大的一手，但被白棋跳出后，黑棋这里不得不要进行补棋，所以他判断了一下以后，觉得这个拐更大。白棋在继续揪，这棋不是刘一一的一个特点，刘一一攻击并不是他特别喜欢和擅长的，他在一些局部的细腻手法，一些局部的手筋都非常厉害，他这个顶棋形拿捏得很好，把黑棋弄得不活，但真要攻击这块黑棋还挺困难，实际上黑棋大幅度往前迈，其实对白棋这个攻击的一个严厉性并不是太在意。白棋一压，实际上黑棋这手棋我觉得是有些奇怪，如果让我下的话，我肯定会把这棋先撑住，这个你说你要靠这个挖来解决问题，这个太困难了，而且你毕竟下面要先损，实际上黑棋可能觉得形势不错，走了这个白棋虎，这一带刘一得分很，这两下很舒服，把黑棋全压扁了，所以我觉得白棋这是往这自补一个，然后再把这个大肠抢了，依然是非常焦灼的一局。白棋一尖，可能是前半盘一直觉得形势有些不利，所以刘一这棋下的特别的紧凑，希望通过这里的一带战斗来取得一定的优势。在这里我也想更好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位棋手，这两位棋手不仅棋在当时在业余棋界是处于叫领导地位，棋非常的厉害，而且很受大家尊重，其实现在他两位棋手在教学过程中，在对孩子学生的培养中也是成绩斐然，刘一一现在已经被誉为中国的金牌教师，他已经培养出了米玉婷、姜维杰和范廷钰三位世界冠军，这个应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相对于刘一一对我来说更为熟悉一点，因为他和我在上海一块开了青衣围棋俱乐部，主要他负责教学工作，他对教学我觉得已经是到了一种酷爱的程度，经常上着上着课把孩子直接带到家里，然后就给孩子就是就继续晚上上小课，然后再照顾孩子吃饭睡觉，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继续给孩子上课，就对孩子一种喜欢热爱，对围棋的一种热爱到了一种非常执着的程度，他把教学的责任心都是非常非常强，也是成为我们青衣围棋俱乐部的一个典范和榜样吧，很多年轻老师看到我们刘指导都这样努力的在教学，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所以整体的一个教学环境教学气氛都是相当的不错，这刘一应该说是居功至伟吧，这些年他现在还继续在默默的培养，培养的已经是很多很多的业余棋，很多很多的小朋友优秀棋手，我想肯定在未来的时候估计还会出很多世界冠军，我们有理由对他期待更多。同样邵光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名棋手吧，他在北京创办了京北围棋俱乐部，是北京最大的一家培训机构，尤其对一些段位以上孩子的培训口碑都非常的好，同样他除了在这方面教学的过程中还举办了很多赛事和一些交流，比如说去年第30届晚报杯就是由邵光这边京北围棋俱乐部承办的，把那个比赛在北京也办得井井有条，深受大家好评，所以这两位棋手啊，这两位70后的棋手，尽管现在邵光应该说还是在第一线，刘一一渐渐以教学为主，甚至他前两年已经开始恢复了职业段位，但两位棋手给我们做出的一个榜样作用，对围棋的一个认真，对教学的一种负责，我觉得对于一个业余棋手来说是最好的榜样，毕竟对于作为业余棋手来说，竞技并不是完全并不是主体，而在为怎么样去推广和普及围棋才是一个业余高手或者说是一个围棋爱好者应该做的事情，这两位无疑给我们做了很好的一个示范作用。好，我们回到棋局，白棋尖完三三以后，这黑棋肯定要想办法，如果简单的从这个加过，那我们大家看一下黑棋这个后势完全得不到任何发挥，如果只能粘上，
黑棋爬过，那这个效果肯定是太差了，黑棋只能断。实战黑棋毫不犹豫断，这个时候就是拼刺刀的时候了。况且这个邵光从来是一个用他棋风来形容的话，就是完全是不怕打架的一个棋风，有战斗那是真是求之不得。白打吃，粘一粘，这个战斗必然有一要有一方以退让而告终。黑棋管很激烈，白棋如果挡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从质感来上看，这个白棋刺很危险，黑棋可以先拐一下，白走，黑棋扳住。黑棋有武器，而白棋这棋很难尝到武器，大家可以稍微算一下，这白棋有没有武器的可能性？白棋跳，黑棋又压住，这一目了然的是，这个白棋很难尝到武器。跳的话，黑尖住也同样是如此。实战白棋扳，要长气。黑棋值得注意，黑棋这手棋一直没有随手打，打的话很爽，先手便宜，而且外面也厚。但有一个缺点是，将来这个爬白就可以扳住了。而现在如果爬的话，白棋扳住黑棋一吃，白棋显然就无法抵挡。所以他一直保留一夹，白棋这时候选择了这个长退让，那黑棋再一打吃，实战黑棋打吃了一段，这个战斗明显白棋不得分。那这时白棋有没有办法呢？首先白棋如果被蒙进去的话，估计这棋也不太行。黑棋就算这个顶住，或者在这走，其实这个头已经出不来了，黑棋就再一拐，这个白棋要杀过黑棋的可能性不大。但白棋有一二路飞的好手，二路飞黑棋如果走这个的话，那无疑上当了，白棋把头挺出来就行。而如果吃在上面的话，白棋扳过，似乎两者必得其一，但黑棋也有坚固的想法，黑棋可以靠这个。这可能也是刘一当时没有选择这个飞的一个最主要原因。白棋如果顶的话，黑棋就粘上，白棋依然渡不过。所以在这个局部，我是觉得刘一应该出现了，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出现了误算。白棋如果这棋最有像可能杀棋的是走这个，但黑棋可以压住，白棋可以先跳一下，就是白棋的权利，随后就形成这样一个杀棋。白棋走这个，黑棋一管，这个杀棋其实黑棋也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在过程中白棋跳的时候，黑棋完全可以一爬，这白就很头疼。如果大家对跑的话，黑棋先把这个实地撅了，白这块棋对着黑棋这块后势实在并没有意思，这里破的实地还不如脚上损失的实地。可能刘一思考再三，决定了改变计划，但被黑棋这一夹确实又陷入了难题，实战不得已只能转换。再一段，这个下面已经没法杀棋了，白这点了一下，其实被这样走成这样的话，白就算打吃了吃下去损失并不大。但这个时候刘一这两步棋下的有点过于急躁，冲再拐，这两步棋出现黑棋一连扳好手，白只能猴，黑棋随后一粘，这一带邵光下的非常强硬。就道理很简单，你这棋一走我顶死你，这个箭计算很简单，这个白棋插翅也难逃了，所以这里一带就根本不行，白只能往那个下地方想办法走，只能先转换。那这几下的交换那明显是亏损了，实战走这个，白棋打翅顶，黑就等于先手把这个断点补了，那这几下白棋的交换就损失惨了。我觉得这几下交换至少亏了一个天目，而一旦被黑棋跳下去，这简直不堪设想。实际上黑棋下面一手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按照如果我想绝大多数棋友一个下法绝对是会往这飞，这第一感是往这飞，有的棋手比较稳一点的我估计会拆个一都是有可能的，但实际上邵光走了这手棋，这手棋非常奇怪，这个我觉得尤其这里有味道的情况下，白棋这一靠是绝对想走的一个，黑棋这里一个破绽实在太明显了，
时而黑棋走了，这个白棋果然马上靠，但少国马上下了一飞，非常然后再一跳就脱先了。他觉得这两手棋在交换便宜了，非常有道理。这其实这手棋黑棋少光的一个构思，就是故意卖个破绽，引诱你靠下来，因为知道这个好点实在太明显了，不走的话黑棋走一个太舒服了，引诱你靠下，我再脱先。因为你我光脱先的话，将来这一夹这块棋黑棋还是有点危险的。他先求一个稳，让这两个好点结合，如果走这个头，我一尖我也挺满意的。白棋一靠，他又下特别狠，一反击。这棋一下子黑棋就奠定了非常大的优势，因为这手棋的价值太大了。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下，白棋如果走到这个的话，这里全是目数，可以点得出的1234567891011314167820，而实际上被走完以后，黑棋一飞，这都是先手，这一进一出的差距，这口手棋价值应该在30目以上，那这手棋的价值实在太大了。但实际上作为白棋劣势一方，白棋走了一个黑尖一个，如果从整体得失来看，黑棋的实地基本上稳固在这里，而白棋的目数其实所有的收获就把这里稍微下的厚了一点而已，这里目数并没有增加。而黑棋最得意是在这里连走两手围了15目的地，那从这样一看，本来就是黑棋不错的一盘棋，又走了两手棋，那基本上也等同于黑棋胜势。所以作为白棋来说，白棋拼搏也是正常的。好，黑棋跳抢到这个以后，如果白棋现在老实的硬的话，那这棋就没法看了，黑就算把这个给简单吃了，让你破掉点空也无所谓。刘一的胜负感还很强的打入拼搏，这手棋也是一定要在这里取得明显收获以后我才补回去，这已经是舍生忘死了。黑棋这一尖，白棋这左上基本上已经是死了，但这里右上更大，黑先拖。实际上这个棋形又拿捏的非常好，搬这个用意何在呢？我们可以看一下，白棋如果搬，黑棋走，白棋如果打吃，黑棋搬，如果继续攻杀的话只能立，直接打拔黑就活了，黑棋再搬，再一胡，渡过和这个杀白棋结合，白棋攻势瞬间瓦转。实际上白棋也拼得非常凶，揍上去大吃，然后再补。但黑棋这个野心应该说是脚上野心很丰富，黑棋依然不依不饶，夹住要求活在外面，把你的目数也消了。其实从这个客观上讲，这其实目数的差距并不大，白棋如果只要把这个做活以后还是有收控的可能性的，但黑棋下得非常紧凑，揪住白棋走这个，白棋一断，下得很稳，看看，然后再把这搬了一粒，基本就成活了。这基本是个活棋，首先由于有挖这个因素，要想阻度的话，黑棋这个虎就基本先手，另外上面还有半个眼，这还要打劫眼，这是活棋没有任何问题。白棋这里的一带的攻击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果，破了黑棋点木，但黑棋把木转到脚上，而白棋脚上实际有些受损，应该说这棋便宜的不多。而这里就是黑棋特别舒服的几下，这一飞真的是太愉快了。这一带先手定型，我想下这几下的时候黑棋心情是非常愉快的，本来白棋30多目的一条边，现在成了这里的目数跟这目数差不多，只剩下这个小角，所以说少光很凶狠啊，继续不依不饶搬这个。白棋这开解，白棋先交换一下，然后开解，好吧，先粘一下。其实这棋我觉得黑棋就算把这个给吃了，就吃出来，这棋也是黑棋赢定了，但这就不是少光的棋了，少光还要把这个立，非要跟黑白棋打这个劫。这个劫对于白棋来说是必须要打赢的，这个劫打不赢的话，白这块整块就全薄了，而且目数也绝对不够了。而且这盘棋双方劫材都特别的多，
这么打的话，黑棋这个劫相对来说要轻一点。白棋把这个当劫材粘了，我觉得这次黑棋是可以考虑粘上的，没有必要再去这个了。黑棋实在利，粘上的话，我觉得应该也是黑棋赢不少了。一起挖，这都是非常愉快的劫材。白棋这挡过一下。利。这个脚上劫材看着就是非常多的样子，而且黑棋一定要收得小心，一不小心这里万一劫打输了还要收气吃。黑棋踢收控了，他就把这个劫看清，随后这个刘一也进行了最后的拼搏，点了打吃扩大劫的价值。如果白棋简单粘上，黑棋把这个粘上，我们可以点下目六七八十八九二十二三二四三二三三三六三七三八四四一四二四三四九五十五三五四五六七八五九，黑棋有六十目，白棋呢？白棋我们这里最后点这搬砖，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十三十四二三，这里五目二八二九三三一三十二三三三七三八九四四一四二，这里你全部点完，白棋也不到五十目，那这棋黑棋。磐石以上的优势不可动摇，所以点这个也是做最后的拼搏。打吃，这个劫对于现在对于双方来说都比较重，谁都不能轻易打输，尤其是白棋。黑这个搬的劫材实在太愉快。不用转，先提劫。这劫的过程比较漫长，白棋再一断。黑棋前面加了粘，白棋一断。黑棋一边在打劫，一边在降低这个劫败以后的损失。尽量把白棋气收的少一点。白棋这个也是官子好手，现在白棋又要打赢劫，而且又不肯损目，所以这个劫对白棋的压力更大一点。下到这个的时候，白棋发现这个劫已经是越来越难找了。光打劫的话很有可能会打不过这个黑棋，所以必须要找损劫，但现在这个损劫来先要找这个，先走不损，这里的劫都很难找，像这种挖的劫材都是非常的损，它都一般不肯打，而黑棋现在找的劫都非常愉快，在一段都是不损的，都绝对愉快的劫材。白棋再点，黑棋还要想办法打吃白棋一下，可见他劫材的丰富程度。打吃，这个时候被白棋打中以后，这个劫的越来越重，白棋再扑，在这么小小地方黑棋找了多少枚劫材，白棋实在没办法，只能找损劫，黑棋就照单全收，搬又是很愉快的劫材。如果不硬的话，黑棋一送，白棋就全死了。这段，这个劫白棋渐渐就打不过了，踢，再加，再打吃，这打到至此为止，白棋实在撑不住了，只有走这个，黑棋就粘上。这个劫打输了，基本上也宣告这盘棋的失利了。黑棋依然下得不屈不挠。
这基本上按照这样定型的话，是已经是渐渐撑不住了。黑棋一跳，黑棋就简单往里拱。这中间木数被拱的实在已经没什么木了。下到251的时候，黑棋这步打吃的时候，刘毅见这次实在没有办法再坚持了，所以投子认负。应该说，纵观整盘棋，这个邵光的整盘棋的发挥更为出色一点，充分发挥了他攻击力强、擅长乱战的特点。而刘毅这盘棋似乎走到邵光的路子上了，没有发挥他出他那种细腻灵巧的一种风格。整盘棋大砍大杀，他也没有办法施展出一些小巧的手段，应该说是刘毅比较遗憾的一盘棋。但总体来说，两位棋手的成绩在业余棋界还是非常出色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作为70后的一个代表棋手，为后面80后、90后的棋手都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怎么样在围棋爱好和工作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他们有的时候会参加一下业余比赛，但有更多的时候在做着一些推广和补给工作，以做一个辛勤的园丁，培养出更多的围棋人才，这才是他们的一个使命和一个梦想吧。欢迎收看本期的江湖清谈节目，我们下次再见。